真的人生八苦，每一个苦拢去当着呢。简单的，互咱看袂到的，就是精神上的苦。因为伊有伊的想法，咱有咱的做法，所以两个拢无一个交集哦。迄个精神上的苦哦，真正是足苦。天未光就出门，我迄阵真骨力趁，但是毋过就费镭安尼花天酒地。女朋友较想要真多，世俗人讲的翻桃花啦。上尾啊，这个是伊，他有搬出去，甲伊住两年，甲伊同居两年。最后这边真的嘛是造成我最大的伤害，想要去轻生的念头。想到上人说有勇气去自杀，你倒不如去急诊室去做医疗志工，你去看人为了性命。你安尼拍拼，想要征求要活一口气下来，迄、那个情形，你就会愈珍惜你家己。所以我就好，那我就释怀了。来对家，不是对家，嘿，因为伊甲我讲，这心脏科的是你三楼。好，听听凡夫，凡夫啊。反反复复都是一般情，那人呐、啊，跟人各不相同的缘分呐、啊。最重要的，我们要把自己的缘守住好。大家人拢会晓讲，师父甲阮讲过啊，一当之内啦是丈夫。一当之外呢，啊，咱都马马虎虎，伫迄个外面，伊甲人相遇的呢，迄拢是一当之外啦。啊，佫有啥物好甜呢？有啥物好牵挂呢？但是呢，天来啦，总是呢，唔免你牵挂，你就是。想空想胖，要那个弄入去吼，那钻进去，钻的呢自己没有空间透出来，窒息啦，这都是安尼烦恼啦，到最后一口气，这种家家的吸死啦，总是呢，我们现在要。对家己爱讲真有福，咱捌佛法，开智慧，多造福，捌舒服，爱会知影讲爱放下，放下人我是非，所以呢，爱知影福啦，舒服，我偌有福呢？咱若确实毋是伫这个时代啦，我发心，我要行菩萨道，我要为人间说法，哪有法度呢？法度，看无同款的人，无同的烦恼，讲无同款的话，法爱对机。对应根基而说法，这都要凭着家己呢。啊、哦，佛陀教义要进入智慧，要看得开，放得下，心无挂碍，无有烦恼。所以呢，应机。说法，那应时时教，这呢，就是要安怎样培养一份的福缘。最近恁应该拢有伫咧听，师父听起来吼，我是愈来愈欢喜啦。起码拢听到大家人真正的每天呐、啊。都有在上线文化，因为呢，你们说的，我的见证，对啊，这师父讲过的话，所以
你们说师父来见证，见证你们有文化，见证你们的文化说法，还要代替师父去传法，你们在传法，我见证。总是呢，彼此啦，彼此好姻缘呐，要互相惜福。这是师父哈最近的心念。哇，恁家地主足好个呀！啊，恁家地主呢，家在是当着师父啦，互恁呢心念解脱，互恁呢海阔天空，互恁呢看真济代志，互恁呢行真济路。所以讲，脚骨有打着，你才会当感觉讲，我是踏伫水泥地面顶。我现在呢，是踏伫软绵绵的迄个棉被。古早师父拢甲恁讲，你涂骹爱厝棉被啦，厝棉被要创啥？球那弹落去，才会跳起来。哦，总是呢，要学会柔软，这叫做柔和忍辱。你也要如何可以求求好球？你接了多少的好球？你度化多少？成为好人，你们呢牵引多少菩萨入人群，所以应该呢，即马时间已经过去的，咱即马都爱想，哦，感恩哦，感恩我早日出家哦，感恩哦，师父调伏我哦，所以讲起来。时间长，那予咱造福啦，积慧啦，造福，增加慧，哦，造福增慧，今生出世，真正累积的不少，好因呐，好缘呐，自然法则呢。总有一天，现在师父时时我都是来念在这样分秒自然法则，能说的，我现在把握现在分明可说，我话要句句呢要说清楚，让人人呢。把我的话听进去，那就造福人间。师父常常拢讲，真感恩哦，真感恩哦，是真诚的感恩哦。那感恩呐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，那就是呢，期待你能欢喜。做对的代志，对的代志多做就对啦。所以呢，感恩咯、哦。啊，师父那个加一日真呐，就是吼、哦、赞叹生生世世。要那讲感恩咯、哦，就是你这世人好好把这个种子点落去，播散种子。要那真感恩哦，就是咱过去、咱现在、咱还阁是未来，这春金呐、啊，春金，那发芽，面顶不断不断的新的树枝窜出去啦，迄、那个真幼的叶啊，也不易
存起来了。你的菩提树越来越大，你的菩提树越来越成熟，开花结籽，所以叫做一生无量。无量来生啊，无量的好缘，就是从我们今生啊布出去的，所成就的，师父的过去心，都是有去布这个善根子。师父轻轻讲起来，恁呢，就安尼深深甲师父。这个精气呢，放在心灵，不只是放在心灵，您的菩提心、大发菩提心，所以呢，你们去散播菩提种。